这应该是个猫眼炉，摆在这儿。好家伙，看，还有这个大哦。来，出来吧。我天哪，能看清楚吧？这个得半斤多，这一个猫眼炉。看，来，哇，哎哎，别缩水，哎呀，完了，这个没捏好啊。关键它肉太大了，像我这样的大手都捏不住它。这刚刚落草，猫眼螺就出来了，这个可以啊。这边来了个蛏王，看它能不能出来。哦吼！我的妈，吓我一跳！你这要干嘛呀？再给它堵一下盐吧。那那，哎，哎呦，看见没有？它慢慢就爬出来了，看它能起多高了。哎，兄弟，出来吧！哎嘿，哈哈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它这个小劲哦，太盖鞋帽了，它就指这个鼻子跑，没这个鼻子它一点方法没有。看这个蛏王怎么样，个头特别大，带着了，这是一个毛哥。哎呀，出来吧，像这种沙滩上毛哥是特别多的。关键刚才我看他吐口水了，差点碰我脸上，这让我气的，必须拿捏的。这边又来一个，今天的毛哥个头都特别大，看一下，刚才已经挖了十多个了，这个也不小，行，带着了。哇塞嘞，今天是见到鲍鱼了。哎呀，好大的力气啊，它吸在这顶上，看这上面的沙也特别多啊。这多数天冷了，鲍鱼都开始上岸上来了，吸附在石头上边，没事还能晒个太阳。这种鲍鱼壳也是特别漂亮的，吃完鲍鱼之后把这个壳做个工艺品，放在家里打个摆件，那就太完美了。哇塞，鲍鱼的手感就是好，像这样肯定是八爪鱼了。看，这是它的墨汁啊，这边，嘿嘿，这是壳，来，出来吧。刚才那一个没有墨汁，这一个墨汁特别多。哎，这条腿怎么还断了？不过哈，冬天八爪鱼它没东西吃之后，它就吃自己的腿啊，就这样。用自己的牙齿咬自己的腿，就是为了过这个冬天。哎呦，这个响声也特别大。行，这个也带着吧。这个口是真大哦。看，哇塞，这个蛏王得长成啥样能长这么大口啊？我天哪！来，赶紧盘了。这个要能抓到的话，我估计一个就能炒出一盘了。像这么样的，像这么大的蛏王，冬天是特别少见的，春天比较多。应该跑不了了。嘿，赶紧用手吧，别待会再跑了。哎，抓住它了，哇，捏着它的鼻子了，看一下它有多大啊。哇塞，这个可以不？看它这个鼻子长不长，这个得三年以上的老蛏王了，小蛏王根本都长不了这么大啊。看它的洞穴就能看出来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洞穴到底有多么粗、啊、看看一下它的大洞穴，我的手指头都能续进去，还有点两个手指差不多。行，带着了。像这样内八字眼的就是那个月亮背了，要是外八字眼的，嘿嘿，那就是人了。来，这个握得挺深啊。
看见了。我的，这个应该不小，看，特别白，这个像这地方的沙特别干，它就把那个水喷出来，喷个眼好透气啥的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二强，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